你要去当一个堂师，你要去了解不同的土地，坐堂须觅堂师经火货，知土脉。以前一般民生的堂的使用都是以黑糖为主，农历过年都需要做一些滴柜啊、发柜啊，都是用黑糖去做的。因为时代慢慢的变迁啊，经济越来越好，好像台湾的人就把那个黑糖都给忘记了。